在我们各种外销的农作物当中，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就是芦笋。那么我们现在是在嘉义的六角乡芦笋的专业区。我们知道芦笋每一年我们一共有1284公顷的地，可以生产5700公吨，外汇的收入呢可以达到300万元以上。换句话说，农民每一年可以获益达1亿2000万元，对于农村的经济收益是非常的大。农夫会为了促进绿芦笋正常经营而且长期的发展，就选定了西周六角新港三个乡设置绿芦笋的专业区，改善经营的环境跟现行的。由于芦笋专业区的设置有几项特点，第一个可以鼓励集中栽培，改进技术，提高原料跟品质，以拓展外销的市场。第二，可以辅导农工长期的基础计划生产，是原料最低的保证收购价格可以稳定，使产销的秩序良好。第三，办理电虫害跟共同防治，可以提高单位生产的品质。第四，是实际栽植面积的增加，辅助增建集货站跟其他的生产资材的公共设施，以减轻产销。